各位 I Life Post 爱生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生活中的好医师陆文宗。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款新的糖水呢，是关于大家在过年期间，因为呢，有的时候天气非常的热，然后我们又吃了一大堆这些油腻的东西，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过年期间一样看起来美美的，而且呢又不上火。好了，废话不多说，陆医师呢现在介绍我们今天要用的食材。今天的这个汤呢，我们叫做罗汉果冬瓜汤。OK， 那它主要的一个主要成分呢，当然是有罗汉果啦。这个罗汉果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哈。这罗汉果是我们主要的食材，因为罗汉果呢清肺解热的功效是非常的好的。它对一些就是需要就是要肺部有问题的。这些患者呢，或者是一些平常的人要清肺，让自己的呼吸道更健康，其实要常常喝罗汉果哦。然后当然呢，就是这些冬瓜捣鼓里面的冬瓜啦。这个冬瓜呢，其实你买新鲜的冬瓜，或者是你要用那种商店里买的那个冬瓜条都是可以的。那路易斯呢，就是选择就是新鲜的冬瓜条哈、哦、给大家。然后呢，当然。一定要有健脾开胃的莲子啦，这个东西呢在过年期间吃呢，会对你的消化啦还有这些东西有非常好的功效的哈。当然呢，过年绝对不可以少过红枣，因为红枣除了吉利之外呢，它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更有力更有精力哈。再来呢，这个百合的话呢，它是宣肺气，然后可以把这些身体里面的那个肺热啊，还有吃太多的这些不好的这些热气呢，都可以从身体里面排出。当然呢，今年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更要吃多一些这些对肺好的东西，尤其是在过年期间呢，大家呢家人团聚在一起，那我们更要能够提升自己的免疫功能，并且呢把肺里面不好的东西把它 prevent 出去哈。最后一个就是龙眼，这是龙眼，新鲜的龙眼也可以，或者是你要用龙眼干也可以哈。路易斯就是每次都很喜欢用这些已经做好的这些龙眼，然后我们把它拔出来，然后取里面的龙眼干来煮就可以了。那做法很简单，你把这些食材呢放进1公升的水，然后呢把它煮滚。 OK， 那这是1公升的水，然后这些材料你可以用比例呢把它加上去哈，冬瓜，然后这些东西大概都是 10g 左右，然后红枣不要放太多，红枣放4枚就可以，记得要去核哦。 OK， 龙眼的话呢，你就把龙眼干看你自己喜欢哈，大概我都是放3到4片，然后这样子煮好之后呢，你把它就是煮滚之后呢，让它滚大概10分钟，然后等味道出来就搞定了。 OK， 今天介绍这位汤希望大家会喜欢。那路易斯在这里呢恭祝大家牛年新春快乐，扭转乾坤，而且希望疫情呢能够早早远离，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谢谢您。爱生活的读者粉丝们，大家好，今天呢由我来介绍两道花茶，在新年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泡来喝。第一道花茶呢就是山楂陈皮花茶，我们拿山楂6克啊，陈皮10克。山楂呢它本身呢它可以消食化积，除了消食化积还可以降血脂降血压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呢孕妇要仅吃这个山楂。至于陈皮呢是人们大家都熟悉的一种中药材啊，陈皮呢本身它就是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所以呢这道山楂陈皮花茶除了消食剂理气健脾之外呢，还可以我们在新年期间吃很多年饼啊油腻的东西可以消一消这个食剂，其实是非常对我们的脾胃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第二道花茶呢就是这个银耳和百合，百合呢可以拿10克，百合呢它有很高的这个药用价值的，它除了可以宁心安神，还可以嫩肺，还可以清火。百合就是这个银耳就好像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白木耳，白木耳本身呢它可以嫩肺滋阴，还可以养阴生津，还有养我们的脾胃，所以呢这个百合和银耳一起喝呢，其实对现在目前的疫情呢肆虐的情况之下呢，又可以安神，然后又可以嫩肺的作用。 OK， 谢谢大家。在过去2020年，疫情肆虐，大家的生活都不好过，到处可以看到坐立不安、人心惶惶的情景。
但是生活一样要过，唯有怎么样呢？唯有整顿好自己的心情，安然度过才是健康之道。普健中医诊所在此祝各位爱 live pose 爱生活的读者粉丝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金牛贺岁欢乐祥瑞，金牛敲门五福临门，金牛祈福阖家幸福，祝大家牛年行大运，恭喜恭喜。大家好，我是 Mentos TCM Healthcare 的蔡丽婷总医师。新年期间相信大家会大吃大喝，吃煎炸喝冰水，造成身体不适，所出现的症状不外乎是咳嗽、感冒、喉咙痛，以上症状在中医分风热和风寒。今天借 Life Pulse 向各位推荐两道汤水，一道是针对风热具有清热解毒作用的牛蒡萝卜汤，一道是针对风寒具有上寒润肺的生姜蜜梨汤。首先要介绍的是牛蒡萝卜汤，所需要的材料有牛蒡100克、红萝卜60克、白萝卜100克、干香菇3朵、水700毫升、盐1至2小匙。首先，牛蒡、白萝卜和红萝卜洗干净，去皮，切块。干香菇需要泡软，沥干水分，去皮。之后将所有的材料、水和调味料放入电子锅内，按下煮饭键，等待煮好便可以了。这道汤水除了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也适合中年妇女作为保养肌肤之用，能帮助肌肤维持年轻的代谢机能，但体质偏寒者最好不要放入白萝卜。第二道汤水是生姜蜜梨汤，所使用的材料有雪梨400克、生姜30克、枸杞15克、冰糖50克。首先把雪梨牛皮洗干净之后切块，生姜洗干净去皮切片，拿一个砂锅放入700毫升的水，待烧开后加入生姜，再煮5分钟。当闻到姜的味道之后，再加入雪梨一起煮。冰糖可以按照个人的口味加入，如果不喜欢吃甜的可以不放。再煮20分钟之后再加入枸杞，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汤汁泛黄变浓稠就可以了。以上就是牛蒡萝卜汤和生姜蜜梨汤的做法，在此 Mentos TCM Healthcare 共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牛年大吉喜气扬，牛头羊羊好运来。